说实话，相当多的成年人呢，一定相当怀念小时候呢陪伴他们成长的卡通影片，小甜甜、科学小飞侠，或是无敌铁金刚什么的。不知道您还记得吗？小时候省下来钱，几乎呢都是进了干妈点桃哥的口袋里面。这些童年往事、点点滴滴，是否就确定带您去慢慢回味回味？对，那你们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卡通是哪些？小时候喜欢美少女，美少女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我现在喜欢小叮当跟小丸子。我喜欢科学小飞侠，喜欢科学小飞侠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我都会背啊，每个人都会背啊，会背出来。那歌你还记得怎么唱吗？歌还记得怎么唱吗？我们是不对，这是无敌铁金刚，飞呀飞呀小飞侠，没错。相信五六年级生的您，对于小甜甜、科学小飞侠、无敌铁金刚一定不会觉得陌生吧。同样也是六年级生的张哲生，从小对于卡通漫画就有浓厚的兴趣，长大以后希望能够保留一份属于童年时的记忆，于是就着手架设了一个卡通网站，在这里可是有许多人的回忆呢。当初其实只是想做科学小飞侠的网站，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科学小飞侠的卡通，那小时候就是收集了很多有关科学小飞侠的资料。我爱科学小飞侠，我爱科学小飞侠。长大以后就开始去做网页，然后后来就想说，这些东西如果把它做成网站，就可以跟很多人分享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把自己收集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把它扫描成图片啊，就做一个科学小飞侠的网站。一些女性的网友，她们写进来，可能带一点那种觉得不公平那种语气，对不对？男生的卡通啊，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喜欢就像小甜甜啊这一类的卡通。那可是不好意思，我是男生。然后我小时候也看过小甜甜，可是我有时候是想做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因为我并没有去收集小甜甜的图片啊什么东西。看过去那些卡通，无论是剧情、演出之类的，我都觉得会被现在小朋友笑，因为他们从小到大的训练跟我们就不同嘛。《Super Movie》第三集，欣赏东西的角度不一样，他们欣赏的东西是真实的感觉，是完全投进去的，几乎你会忘记自己是一个 outsider， 自己已经 involve 进去整个情境里去了，那种感觉是很兴奋的。是你一整个人整个进去了嘛，完全兴奋的。可是我们在看卡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是一个欣赏者，我是一个小朋友，我在这边可以去小便，可以去打打闹闹，可以去吃饭，我这可以看卡通嘛，那永远是有一个隔阂的嘛，是另外一个世界 box 里面的东西嘛。各个人就跑过来，就跳上去，然后紫薇你就飞起来了，然后飞到这边有一个游泳池，那个游泳池的水，对，游泳池的水就分开了，然后就会喊无敌铁金刚，然后这个合起来组合，然后那个铁金刚就从游泳池里面就升起来，有点像那个什么要过海的那个，然后那个水就分开，对对对，然后就
咔，组合完成。对对，然后眼睛还会闪一下。如果现在在重播一个卡通的话，重播这些比较怀旧的卡通，你会想要再收看吗？嗯，应该会，还会再想回味一下。啦啦啦啦啦，小天使他最善良，不怕风大和雨刮。现在大人想把卡通拿回来去喂这些小朋友的话，我认为两个极端反应，一个是很喜欢，一个是很不喜欢。喜欢是因为说，哎，这味道不太一样，哎，这跟我熟悉的那种虚拟实境的真实是不一样的感觉，也许蛮好玩的，我试试看啊。那另外一种极端是说，哎，这个很逊，哎，怎么那么怂啊，怎么那么不撑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也没有真实感，好好笑哦，很愚蠢，哎，两种极端，我个人认为是后者。小朋友，